论形则道，还是物者道？修行之路都分为五个阶段，分别是凝神、纳神、炼神、化神和天道。天地灵气是修行的力量之源，我等道士将天地灵气吸入体内，化为己用。这个过程就是修行。倘若能够外放成气，随心所欲，便是第一阶段凝神求，凝气成液。 这就是第二阶段纳神境的标志，液化的灵气越纯净，体内的积存也越多，表现出来的法力就越强大。压缩真气，能够凝液成精，便踏入了第三阶段炼神阶段。方才杨澜展示的，就是这修行的前三个阶段：凝神、纳神和炼神修为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第四个阶段化神修为。 分为散仙、金仙、太乙散仙、太乙金仙、大罗金仙和大罗混元大仙六重。那这行者道跟悟者道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。这悟者道讲究的是窥探天地之奥妙，善推演，善炼丹，善冶金，而且没有百年修为，无法成功。所以，这修行者的心性极为重要。 而这行者道呢，主要是变化之术。它包括善争讨、善打斗、善变化，所以有几十年就可以修炼成功。但是，却有极大的风险。普天之下，行者道最高修为者，只有一个化神境大罗金仙的扬言。悟者道能达到天道修为的圣尊。 便是其中之一。谢谢。 我们的师傅是悟者道化神境大罗混元大仙。那九转大法是行者道法术吧？没错，九转大法属于行者道，而且道法极其高深。这扬言就深谙此道。 九转大法是行者道，却让我修悟者道。行者道数年可成，悟者道却需要上百年。雀儿，我不能再等。 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，求师傅教弟子九转大法和流星云。为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让你修心。可是，九转大法是行者道的法术。行者道是道，悟者道也是道，天法地，道法心。 让你修心。
有什么不对吗？可是行者道为师教不了你。怎么教不了？你既然收我为徒，怎么就不能教呢？既然你拜我为师，为什么就不能听为师的研习悟者道呢？我只能教你悟者道，其他的为师管不了。不找你，那我能找谁？你这个当师傅的，难道是只知道回答问题，却不教学生的假人摆设吗？次发了这么多经书，我要是全部学会的话，我可就天下无敌了。鸟砖。丛书，这些字儿我一个也不会读。是找你，来来来，换衣服，到我屋里再说。快，帮帮我，这我不认识这些字儿，你帮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。嗯，磐石啊，你去过藏经阁了？这上面有师祖的印记，这是藏经阁的藏书。你偷东西！不是偷，是只戒。哎呀！哎，干嘛？趁没有人发现之前，我们赶紧还回去啊！师祖要是发现了，肯定会罚你的。不，给我不，给我不。如果你真的想学，你可以问师祖借嘛，师祖会给你的。偷盗之事，怎是修道之人可为啊？我只有这个方法了。师父明知道我要学九转大法和流星云，却让我去修那个修身养性、百年方能有所成的悟者道。我要学行者道。就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要修行者道啊，磐石，行者道本是旁支，犹如魔功，修之事已成就凶险之极。行者道贪功力，易入魔，容易抵达修为极限。我看你还是依师祖修悟者道吧。不，易入魔？对呀，行者道快速吸收天地精气，容易走火入魔。若是执念太深太烈，修为就会停滞不前；若是释放了，则后患无穷。无所谓。反正我决定了，我要修行者道。磐石，修士中行者道十不存一，悟者道才是天地之大道。哎，风铃，你自幼跟随师祖修习，你一定认得这些字。我需要你帮我。不行，我的好风铃，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啊。这书不能借也借了。拜托。磐石，可是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太好。如果你想学行者道的话，你可以跟师祖说呀，师祖会教你的。要不这样，我把这些字给抄下来，你就只管教我习字便是。就算罚，师傅也不可能罚你教我读书写字吧。磐石，可是我觉得偷学这件事情吧。你看，这叫什么字啊？悟字。悟字啊！哎呀，磐石，你听我说，而且藏经阁里面这个呢？道字。哦，道啊！磐石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这个藏经阁里面的藏书，它是服饰的这个，这是云字。哦，这是云字啊！你看你都不懂，你万一落
怎么办呢？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王字。哦，王字。